我们是彼此的影子，都有过失落和彷徨，我们都很坚强，都努力追逐着梦想。最重要的是，不管年龄有多大，我们漂泊的心都还年轻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林森你好。主持人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演播室。我们知道你最近要开全国巡演是吧？是的，我一直在为我的歌唱做努力，这次算是我努力的结果。那你这次演唱会的名字叫趁我忙还年轻，从名字看起来特别的励志啊，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？这首歌呢，其实是写给我自己，因为人生总是要对自己的挫折和失败，所以呢，用来勉励自己。现在我想送给那些需要鼓励的人，所以我开了这个歌唱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不管面对什么困难压力，都要坚强。努力的去打拼，做着自己想做的事，可以改变，不管前路有多艰辛，改变这世界。趁我们还年轻，勇敢地向前进，不管前路有多艰辛，相信我们一定行。自己坚强，给自己新的生活。好好爱一下吧，好好等等他，世界不会让人等得太久吧。好好想一下吧，好好对待他。你要走？世界不会让人有太多牵挂。喂，你好。Yuki, 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我跟那个混蛋分手了，现在自己开了家公司，一切都蛮好的。我知道啊。真的吗？一定